你喜欢的人认识很久了吗？ 哇哦。 很久很久了，什么？风筝飞稳了，你可以撒手。 今天晚上在这等，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。那我要是不来呢？你来不来我都懂。来来来，你们把想写的问题写好，传给我。 想问谁就写上涂某某，我们抽出四个问题来回答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爸，哎呀，写好了。 收齐了，我主持人钟真荣幸的宣布，游戏正式开始。那我先抽了啊。哎，问我的，钟真，你对自己在云集医院的表现满意吗？嘿嘿，我的答案是非常满意，我是最棒的。谁关心你啊？这问题不会是你自己问的吧？这么明显吗？哎，好，好吧。 游戏正式开始。温让，你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吗？哎，温让，我们年轻人的游戏你都懂吧？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先讲一下规则：不能不打，不能乱打，要讲实话。这有什么不敢的？ 不就是爱情？谁没有过呀？有过，谁呀？长好看吗？好多久啊？你这匿名有什么意义啊？<笑><笑>这个是问王老大的，在座有你喜欢的人吗？有。哦。 是你自己老是交代，还是我们挨个排除？我先排除我自己啊，肯定不是我。也不可能是我。那这很明显了，秦楚、从容，嘿嘿嘿，谁呀？你这属于附加问题，我可以不答。哎，你们，钟振，命不真啊！这个是问三宝的，问我的。你老公和温少卿调水里，你救谁？嗯。 明白是你问的，这么简单的二选一的问题还用说吗？当然是，怎么进行啊？为什么不救我呢？因为你会游泳啊。哎，我也会。你看，哎，赶紧去抢啊！很讨厌的，就啊，好了好了，今晚最后一个问题马上就要诞生了，会是问谁的呢？还是问老大的，老大，你人也太好了吧！ 问你喜欢的人认识很久了吗？哇哦！对，很久很久了。
不，你这太明显了，你就直接表白就完了。哎呀，吃都堵不住你的嘴，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来来，咱们喝一个，喝一个，来，喝一个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一个不情之请，我知道这很像道德绑架，我的自尊心也挣扎了很久，但是我还是想拜托你，不要成为我们之间的变数，好不好？我知道这两个月你们之间可能会有很多真实的瞬间，但是这样的瞬间在我和他之间已经十年了，是我和他所有的青春。田主。没事吧，田主。小朋友慢点，没事吧？向前吧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慢点，老邓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！慢点，慢点。老公，你小心点。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怎样的呢？比起激动、甜蜜。心酸和痛苦更能确认他的存在，因为喜欢着他的心太过耀眼，于是连同他也一起被掩盖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了。来，慢点，刘杰，小心啊！从容。你没事就好，走，我带你看看东西。怎么了？魏医生，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。误会？什么误会？我对你的定义只是同事跟邻居，这两个月我们过于亲密了，还是划清点界限比较好。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我为什么要撒谎呢？那我对你做的一切，在你看来就是同事、邻居。目前，我只想顺利完成在医院的实习。至于无关的人和事，我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希望你理解。蓉儿，我还是不放心，就追过来看看，没打扰到你们。没有，我都跟他说清楚。那我就放心嘛，这个人我算是看清楚了。什么叫喜欢的人已经认识很久了，那不就喜欢秦楚吗？喜欢秦楚还撩你，炸！行啦，鼻子都气歪了。那你怎么想的？无论多喜欢一个人，我都不允许自己夹在他和别人中间，我只会和一心一意喜欢我的人在一起。不过，我知道喜欢一个人的第五个阶段是什么了，是心痛。